经过这么一场疫情，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达到了98%，因为中国政府呢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将人民的幸福和满意作为我们的标准。柏拉图说，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不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是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北宋亡国前最后的荒唐，这是史书记载的真实一幕，它让你真切地感受到北宋亡国前究竟有多么荒唐，多么令人无。真的太好了，12月15号开始我们就能解决所有的负能量问题了，强化了审核词汇问题以及审核各种阴阳怪气，再加上实名制问题可以精准的到家打击，以后大家就都可以记录各自的美好生活了。真的太好了，12月15号开始我们就能解决所有的负能量问题了，强化了审核词汇问题以及审核各种阴阳怪气，再加上实名制问题可以精准的到家打击，以后大家就都可以记录各自的美好生活了。真的太好了，12月15号。他们可能到死都没有明白，为什么自己曾经热爱的家乡，这个为之奋斗一生的地方，会成为人间炼狱。他们人生最后的100多天是在听话、居家、抢菜包中度过的。可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依旧没有盼来所谓的自由。还有那些孩子，他们有的生于疫情，消失于疫情，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体验生活的美好和外面世界的精彩。刚刚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火箭，也是人类。来，这个。哎呀！美国人为什么普遍抵御防疫措施呢？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啊，在美国人的观念里面，国家和个人应该遵循社会契约。契约必须要双方都同意才可以，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没有义务为了集体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很多美国人都活得非常自我。第二，美国的政体没有基层组织，直到今天我才算是想明白了，其实这只不过是一场财富转移的盛宴呀。0.01%的人用了一些小小的手段，居然把9%。如果你碰到了一个爱吹牛逼的人，一定要留意了。虽然表面上看着呢，好像不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但是最可怕的是，他很容易把你带入到误区。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来自匈牙利的。
视频是不是看到了奥特曼和怪兽？但是当你把右边加号点消失，再把小星星点亮，诡异的一幕发生了，你发现了吗？勇的奥特曼，我们这些人哪个生来就是强盗，无非是奸臣当。不需以往，不需声张，世间冷暖，大家的感受既不相同也不相通。衣着单薄的张三说他快冻死了，可李四在温暖的室内说一点也不冷啊。张三已经负债累累的活不下去了，而李四每年有着天文数字的进账，感觉很幸福。这些感受都是真实的，这些人生也都是存在的，只因为属于不同的人。所以冬天是长一点好还是短一点好，各有各的期盼。哦吼哦哦吼我想下来，肯定。从来忧国之事，俱为千古伤心之人。各位懦夫，无能肥，社会扁小料们，大家早上好！我也是个废物，大家快点起床，一会儿要做核酸了。各位懦夫，在这垃圾箱里面到处飞。什么样的人也不能是胡大主编这样的人。昨晚刷了一晚上无师火灾的新闻，又看到了胡大主编关于此事的文章。在面对好多粉丝的那个问题，什么样的人不能嫁的时候，得出了这样一个坚定的结论，那就是什么样的人也不能是胡大主编这样的人。因为第一，这样的人完全没有人性中最基本的悲悯与怜惜。抖音已经把我分类成反贼了，刷到的全是负面新闻。抖音已经把我分类成反贼了，刷到的全是负面新闻。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国内反日情绪高涨。西安市的游行队伍里有个叫蔡阳的愤青，拿着从路边某电动车上到来的 U 型锁，疯狂地砸着一辆日本车。而这辆车的车主就是受害者李建立，当时他拉着妻子、儿子和儿媳从北郊赶回家里，到这里遇到了反日游行队伍。遭遇到这些暴徒的砸车后，李建立下车后拾起一块砖头，拿到手中吓唬着这群砸车的青年。
但是这群人还是不顾一切继续砸车。李建立随手一扔砖头砸到了蔡阳的头上，蔡阳顿时怒火朝天，丝毫没有犹豫，拿起 U 型锁朝着李建立的头部连砸四下，李建立随后倒地昏倒，经过法医鉴定为五级伤残。最终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蔡阳有期徒刑九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年。除此之外，蔡阳还需要向李建立赔偿258860.06元的经济损失。开日本车没有错，爱国也没有错，同样大白也没有错，活在疫情下的老百姓也没有错，不理智的行为最终还是害人害己。在你踏上离别的火车那一刻，我只顾着流泪。当把人民逼到不畏惧统治者的威势时，可怕的。我现在的力气可以复活十个邪剑仙了，我怕不是想造反呢、啊。一夜之间朋友圈揭竿而起，你有疼痛感说明你还是个正常人，所以难过它不是个负能量，证明你还是个人。一夜之间突然朋友圈刷屏了正义的声音，大家都在悲鸣，整个氛围它都是沉重的，你还好意思发工作发美好的生活吗？你整个调性都是不协调的，你发出来也是满屏的膈应。所以在这两天我朋友圈里面有一些晒一些美好的生活呀那个工作之类的，我基本上都屏蔽了。有一句话说，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伤的人同哀伤。你不能与他人感同身受，至少可以选择跟他们站在一起。你今天事不关己雪崩之时，你也不会幸免于难，而且也不会有人与你感同身受，你会成为被抛弃的孤立者。一夜之那我们不注意的时候，他就奶奶就猛灌了几口。何谓亡国，异姓改号而已，朝廷寡人寡义，不仁不义，人民相识，官逼民反。今日的朝廷除了残害苍生割地赔款，还有何作为啊？愤怒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影响，我妈妈有收入，爸爸有稳定的收入，我甚至自己。我去了澳大利亚之前啊，我小时候受的教育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人家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去解放全人类，对吧？我要这么样。85年我去了，我吓了一大跳，这个世界怎么这个样子的？但是我并没有抱怨回来，觉得是因为我们走的少，我们看的少。
我在西湖边上自学英文，我的英文是自学的。我跟很多的老外一起就是跟他们交流，我发现啊，老外这游客的老外跟我讲的事情跟老师和爸爸妈妈讲的东西都不一样，然后就要用自己的思考为什么会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所以我特别期待大家要有独立的思考，并不是这样，说中国大陆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去看看，去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东西方巨大的魅力，都有魅力。我去了澳大利亚之前啊，我小时候受的教育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人家是生活在明天全面的复工复产复市。王朔评价白岩松原话是什么？陆毅的大家庭。让软弱的我们曾经有一次，我听了一封告白，上面说了六个字：吴子良，吴宁泽。吴子良，吴宁泽。爱过的人，往往永远没有分。朕今天自封平南王，御驾亲征。今晚我带着我的十万级黎兵，从二号门打开突破口，直接打到 B 区这边，然后直取他的三号门。朕今天自封平。小区不存在铁丝捆绑的问题，楼栋所有的住户门、单元门。均未封闭。网上所传楼层门用铁丝捆绑的图片为移花接木，恶意拼接。小区不存什么叫正常隔离，我确诊了吗？还是我次密接？你要总要给我一个原因吗？密接我和谁密接了？我需要海外抖音 TikTok，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战绩啊，可以看一看。花钱都没关系，面临里面责任不在中国，主要原因是美方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花钱都没关系，面临里面责任不在中国，主要原因是美方做出了错误的。我翻开历史一查，是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伟业上。我也想回家。Hello。我也想回家。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王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结，能消无妄。我有如果天空总是黑暗，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那就蜷伏于墙角。但不能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但不可扭曲如蛆虫。如果天空总我们已经丢失了很多曾经的东西，就像我们以前，我们家家户户每个男人都会盖房。
都这样。为何不告官呢？你都不去。People get and people dying， 这真 hurting。涂不尽的眼镜蛇是怎么回事？我在，我在，我在。他们这是杀人啊！他们这是杀人啊！什么是科学？科学一定对吗？我们要相信科学吗？经典力学对吗？相我们不希望管，我们不希望管。我们基哥怎么了？我们基哥怎么了？我们基哥有错吗？现在的一片天，上苍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那你来吧。所以说，有些东西也可以一夜之间就没了。所以说，我做核酸最贵的一次是五个闷泥。采访一下大家，你们做核？让我仔细看看你。还有三个月，希望是真的。还有三个月，希望是真的。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到美国，他们说亚洲人都是沉默不发声被动的族裔，只会闷声不想跟从大局，墨守。现在的一片天，上苍的一片天，星星在问。可唔可以俾我请个假？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今天让我们共同为新疆火灾无辜的死难者致哀。凄凉。
在你接触数学之前啊，如果我告诉你一加一等于三，警告青年，自由的。Her zamankinden bugün一个人原来可千变万化，讲过又再，唔认识都可怕。强烈别称，每次再三欺诈，看其行事自谢会听重返话。如果用对付病毒的方式对付贪官，一旦发现立即隔离。十个人欺负一个人呐，那叫欺凌；一百个人欺负一个人也叫欺凌。那一万个呢？那叫正义。我们正在全网寻找歌手演唱这首粤语歌。为何不告官呢？你造反的时候为何不告官呢？乡亲们的日子过得belgelemesi, alaktori abuntlarının cemaat kayıpsızlığı hesabat numara uçurma lazımetini başvuruş belgelemesi, katarlık talepler. 十年之内天下大乱，会筛选掉很多很多的人，用各种方法把这些人毁掉，几乎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因为未来会有很多的变。好怀念唔使戴口罩嘅日子。小朋友戴好口罩，带你妈溜逼。这才是青年节该听的剧。警告青年，家人们，晚上抖音审核人员是全体辞职了吗？刷到的视频最低需要看十遍战狼才能弥补我的爱国情怀。家人们，晚上抖音审核人员是全体辞职了吗？刷到的视频最低需要看十遍战狼才能弥补我的爱国情怀。家人们，晚上抖音审核人员是全体辞职了吗？刷到的视频最低需要看十遍战狼才能弥补我的爱国情怀。家人们。